好，我是任代先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瑶儿。前男友都会带我出去玩，带我去游乐园，带我去水乐园。不要在我面前讲前男友。情侣间啊，都害怕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讲前任怎么样怎么样。男生就会讲说，跟现任的女朋友讲说，我前女友都会跟我一起去运动，她会跟我一起聊篮球的话题，哦，多棒多棒，比较级出来了。或者是 女生就会跟她男朋友说，我前男友都会帮我剥虾壳。那我问你，你另一半啊，提过什么话题让你最生气？拿我的身材跟前女友比较，值得比较了。说到前任啊，你最深刻的一段感情是什么？我有一次追一位女生，我追了一年成功，有成功，可是我告白了两次。第一次告白是超级误会，我完全不知道我那一天要告白。我们中间有一位朋友，就是他算我们的媒人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们其实不会在一起。可是有一次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我接收到的讯息，我认为女方有事情想要跟我讲，她有事想跟你说。对，然后女方那边接收到的是她要听我讲我想讲什么，所以超尴尬哎。所以见面那一天呢，我等着她要跟我讲什么话，结果她又问我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？你是说我喜欢你这件事情吗？你是直接被迫告白吧？对，我就这样告白了。他也准备好我是要告白，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一个拒绝词。我是一个莫名其妙，我今天没有告白啊。难怪印象深刻啊。对啊，我问你啊，像你会跟你男朋友啊讲到你以前的经验吗？其实会，但是我不会说我跟谁，我会说上次我跟我朋友来的时候有做这个。如果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我就会说男的女的。不是，不要这么追究。什么时候？人都有过去。几年前。人都有过去。开心吗？还好。我没有。你觉得你可以在现任女友的面前提到前女友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可以讲一些失败的经验，你不要讲开心的经验，讲开心的经验，他会觉得说，开心的经验应该就是在怀念了吧？那你会跟前任联络，然后你会让现任女友知道？这个我会啦，如果我真的有联络的话，我在交往前会跟我现任的女朋友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我女生朋友很多，我男生朋友是五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，对，所以他 OK 就 OK。对，不 OK， 那就我们就好像有点不适。反正你就是想要把这个关系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不要，因为有些女生就是不准，她会害怕你是有情愫。对，那如果说你的现任女友去追问你前任女友的故事，你会照实讲吗？可以讲的范围都会讲。例如好了，假设我知道我的现任女友她很讨厌渣男，可是我曾经有当过渣男，而且好几任。我如果跟他讲说，我在某一任的时候，我当过渣男，我欺负他，我把他乱甩啊、劈腿啊、干嘛的？假设我有这样的经验，是。那讲完之后，我是不是我又单身了？所以有一些东西你还是要转合讲，因为我们会知道我现在不会这么做，我改变了。我们男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，可是女生不会觉得，女生会觉得狗改不了吃屎。为什么提到前男友，然后你们就会生气？假设我女朋友跟我提到她前男友啊，如果她是，应该说她是说，她前男友做什么事情做得很好，或者她前男友都会干嘛干嘛干嘛，我就会认为说，这样我是没有做是不是？当你边缘人，我是不够好是不是？所以你觉得我不够爱你，前男友比较爱你哦，那你要不要去找他？你们女生在现任面前提前任啊，是不是都在比较？也不是真的要比较，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脱口而出，就是会说之前那个，当然还是会有点顿呆，可是有时候就会不小心
讲出来的时候，人家就已经先听到了嘛，谁没有过去？你今天就是有一个前男友，然后你们就是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他就在你的记忆里面，你要把它完全的画叉叉，然后像橡皮擦把它擦掉，其实还真的蛮难的。顶多也会，就算时间过很久之后，还是会残留一些一点点、一点点，但也不是真的说要去比较。就是在彼此信任的状况下，应该还是可以稍微提到前任吧。哦，因为不然就好像我过去的这个经验好像是一种罪，我就交过前男友啊，不然你想要我怎样？是如果现任他就是无法接受，是，我觉得你就不要白目的提到你的前任了，避免吵架啊，免得你们其实是适合的，结果却因为就是白目然后提。对啊，而且常常提到前任还真的很烦，一天提两次前任，超白目。就我的观点来说，我觉得有一些男生可能会想知道女生她的前，她跟她前任的故事，是原因是因为可以用过去的经验做一些学习，然后让自己，对，让自己可以跟现任的女朋友做一个好的交流。可是女生也不要去讲，常常去讲前任有多好，因为这样子男生就会觉得，哦，你是不是在比较？对啊，对，那有这个心态出来的话，就会有一种，那你干嘛跟我交往？就这个想法出现就。就可能不好了。女生会去追问说前任的事情啊，甚至是拿来比较之类的。我觉得其实也没有真的要干嘛，就只是想要听到我现任的男友跟我说，啊，你是最棒的，然后想要确定说，哦，他是因为真的爱我，而不是因为我是影子，是前女友，对，是替代品，这很伤哎。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加订阅哦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